先生，早安，太太，你好吗？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 Andrew Wahyuni， 我今年31岁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我的小孩是3岁跟9岁，我的老公就是农夫，我信仰回教，我中意你南方来的。我的身高159公分，我的体重76公斤，我以前工作在亚加达两年照顾小孩5岁，在台湾3年照顾阿妈86岁，我的学历就中边，我有3个兄弟，我有1个哥哥2个弟弟，我想去香港工作，因为我要帮助家庭赚钱，我会煮酱中国菜。我会煮饭、煮菜、煮汤、蒸鱼、蒸蛋。我会说中文，我会照顾 baby， 我会照顾小孩，我会照顾老人病，我会好好工作。介绍完了，谢谢太太，谢谢先生，拜拜。